把你送出去，他是想要灭你的口，把所有的事情都栽在你的身上，他自己干干净净的，什么事情都找不到他那儿，懂吗？他不敢，账号在我手上。这个账户，你确定是真的吗？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劝你不要轻易相信。你是成年人，夏银良，你不就是想拿着钱跑路吗？你需要的钱，我可以提供给你，而且是现金。你想让我做什么？ 聪明人，嫂子，我之前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那你们聊，我去走走。 这个人是谁啊？怎么跟你上次带去医院那个高律师有点像？也是一个朋友。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是关于许哥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说，也许对你有帮助。 是夏新良介绍陆阳去锦上工作的，让他暗中盯着许攸宁。后来安和股票出事了以后，许攸宁和夏新良他们合伙做了老鼠仓，被套牢了。债主逼债，很多人上来要钱，许攸宁就拿着手上的把柄，去要挟锦上的人。具体是方建设还是邱志坚，陆阳不清楚。什么把柄？那个神秘的客户名单？ 是一只 U 盘，夏新良和陆阳分别潜入我家，就是想找这只 U 盘，但一直都没有找到。U 盘？可是委托人让咱们找的是客户名单呀，怎么成 U 盘了呀？嗨 ，U 盘里的客户名单呗，这都想不明白。没错，其实大家找的是同一个东西。 就你嘴快，我这正想往下说呢。
陈敏提。喂，阮真真，见一面吧。我们为什么要见面啊？我要离开南州了。临走前我们聊一聊。出来喝一杯吧。我在蜜青酒吧。我待会儿给你发地址过来。我们有什么好聊的？有很多聊的呀。比如许攸宁都瞒着你做了些什么。喂，你不想知道许攸宁把借来的钱都弄到哪儿去了吗？你真的会告诉我吗？当然会告诉你了。反正这些钱我也拿不出来，还不如都跟你说了。你一个人过来，不准带那个男的。就咱们两个女人好好聊一聊，好吗？我等你半个小时，过时不候。害你的意思，所有的事情都是夏新良一个人干的，他伪装成许攸宁来敲诈您，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海外的账户也是他搞的。我也是被逼的，我没有办法呀。求你了，你原谅我，原谅我这一回。看在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还敢提情分？胃口不小啊。没有，哥，求你了，你原谅我吧。你觉得行吗？要不要让陈警官派个人暗中保护你？不用了。你一个人去真的行吗？行，真不用你去。我们以前就约咖啡厅见过面，他这人挺有分寸的。放心吧。你自己一个人还是小心一点，不要离开公共场合，不要跟他起争执，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知道了，沈南秋又不是高俊。怎么样？什么时候让我们改口叫嫂子啊？等这些事儿都结束了吧，给你个机会，让你好好叫嫂子。那么喜欢嫂子啊？那可不。
曲太太，咱们又见面了。许由宁留下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呀？什么东西啊？谭深找的东西，他没告诉你是什么吗？高俊和你是一伙的吧？不然你怎么知道谭深？太聪明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弄死你。留着真是个祸害。再问你最后一遍，许由宁的东西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在我家里。来来来，饺子来喽！哎，饺子来，饺子来了，来，吃不如饺子。你们下的这是饺子？小齐煮的。这不一起包的吗？这是疙瘩汤啊！哎呦，喂，完事了。姓谭的，你要是想软真真死的话，你就报警。你谁啊？别废话，听着。现在你去阮真真家里拿录像带，换他的命。把东西拿到了，我告诉你在哪。小五，哎，大哥，都装上吗？尽量吧。啊啊，名单真在这里面啊？应该没有。阮真真是在骗方建设，这么多东西拿过去，起码得不少时间。真是方建设把甄姐给抓了？你通知陈警官了吗？还没有，你跟小齐跟着我，一会儿有问题你们马上报警。把我抓过来的人是夏新良吧？他不是一直在敲诈你吗？怎么突然又帮你办事儿了？哼，夏新良和我不是一伙的。你想知道他在替谁工作吗？我告诉你。他是为这个在工作。我想你们应该也一样，也是为这个在工作，对吧？哈哈哈哈！方建设，你不用这么谨慎，次次都换号码，我不会报警的。东西送到哪儿？
喂，我已经到安顺路了。好，我现在去昌平街。赵东。好。别耍花招，否则你见不到人。走。别熄火啊，把他给我铐好了。是。方总，这东西和人我都给你带来了，我的辛苦费是不是该结了？过来吧。自己来装。装钱的袋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想来敲诈老子的钱。拖下去。
把那个姓谭的律师带进来。是。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啊！你看看你们，方总，哎呀，高先生来了，请。方总，什么小事儿啊？没事没事，东西都拿来了，都在这儿。谭先生，啊，打晕了，就在外面。还有两个，夏新良。还有沈南秋，在那个小房间里。辛苦了，这么多，哪牌才是真的？哎，问他了，他不肯说。真真，告诉我，那里面哪盘才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让他们放你走。才是真的。哎，怎么醒过来了？啊，高先生。人我都给你凑齐了，四个。这两个归你，房间那两个我负责。老板那边还等着我去汇报情况。这样，我先走一步。你们俩负责里边的。嗯。简直是疯了！快把车开过来。是。把手举起来。站住！你给我站住！高律师，怎么玩起枪来了？头一回吧？有什么事儿就不能好好商量吗？
非得置人于死地，商量。我有什么可商量的？我有选择吗？我没选择。你们不死，我就得死。把你们全杀了，我可能还会有点生路。 如果你真把我们都杀了，你觉得自己真的还有活路吗？我们都是律师，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吧？不对，如果杀人跑不掉，是因为杀的人不够全。 他，还有你，你们都该死！你们全死了，谁能查得到我？没人能查到我，对不对？对不对？高律师，那你要杀的人可就多了，小五、小七。 老九，自首的邱志坚，刚刚从你眼皮子底下逃走的方建设，如果背后指使你的人能够给你一条活路的话，你现在还会拿枪指着我们吗？闭嘴！大山。 发布会上表示，在对国有企业分类开展授权放权的原则下，坚持放管结合完善机制，计划到2022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机制。下面播报本地新闻：仅上新京公司原董事长方某社涉嫌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本台从兰州市公安机关获悉，陈某峰、方某社。 高某等人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已于近日被批准逮捕。目前该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调查。行了，别看了，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快收拾啊！一会儿中介就来了。今天教育部启动六卓越一把剑。呀！ 没事，本来也要扔掉的。
我来，小心手啊。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这什么？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金融社。他们一直在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吗？投掷硬币，小心翼翼试探，默契，紧握熟悉，忘了呼吸，卑微。珍珍，官司打得怎么样了？没事了吧？我们把幽宁留下的关键证据交给了警方，那些涉嫌老鼠仓的账户也都已经依法处置了，原告他们的损失也基本上都补回来了，他们已经撤诉了。那就好，那就好。房子我已经卖了，这是房款里你们该得的那部分，密码是幽宁的生日，之前拿给你们的20万，还有许幽宁公司的补助金，你们都留着。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随时给我打电话。嫂子，把钱给了我们，你自己怎么办？我要跟朋友一起开个法律服务部，放心吧，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和阿刚都特别感谢你，但是这100万我们不能要，借也不行。阿刚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这个钱呀，我们自己会慢慢还，你就别操心了。那你妈呢？我妈就我这么一个闺女，肯定是要跟着我的呀。等到时候我们两个带着孩子回去接她。嫂子，对不住，之前是我糊涂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呢。哎呀，宝宝，
对不起，我来晚了。刚刚好。像泪光中浮现的月光。